热，有够热哦！终于进到那个核训阶段，核训环节了。是的，老实讲，我真的是非常之担心。嗯，因为我们当时选出来学员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对，就没有，就是还不错。可是我不能确定他们就是实际表现如何。嗯、然后重点是，雅马哈觉得这样子的挑战、这样训练还不够，他又再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。哦，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成员，孔玉元，我们要带着你，就是一起加入我们的战队，嗯，就是拖油组。那我现在最麻烦就是有你有很多问题要一步一步去克服，给我们足够的时间，或许我们可以解决，比如带你单圈啊，几人技术啊，穿衣的品味等等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解决。怎么穿衣品味你有问题是？我有问题。谁这个年头谁会把扣子扣到最上面？怎么可能？大爱电视台才会这样子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今天你有没有自信可以在这个训练里面进步？我觉得应该可以。所以我不太懂这个环节，因为他们就是说希望增加一点流量嘛。嗯。那其实一个好的 YouTuber 要什么？颜值。嗯。口才。嗯。再不然就是喜感。嗯。对不对？那我觉得就不懂找你来要干嘛。因为要颜值我们有，要口才我们有，要喜感我们也通通都有。是，我们本来就有了，为什么要多找一个男机在这边凑热闹呢？不要拉我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既然这样哈，因为我们都已经各有专长了，你现在就剩下就把跑好，把它跑好。嗯。你努力看看，因为你最近在那个力宝，小力宝，听说也造成塞车问题嘛。短暂的赛事，对，但我觉得昆娜就被超过去了。昆娜蛮厉害，就是她真的有认真想要去参加比赛、玩车这件事情。是，好，那今天就看看能不能跟学员们一起。我们不要说单圈跟他们一样快，因为这些很多人他们都经练过一阵子车，但至少我们进步幅度一样嘛。嗯，他可能进步5%、10%，那你也进步5%、10%，好不好？那搞笑部分就算了啦，你不适合，来，加油。校长好变态啊！我可能本来就长这样子。本来就长这样，然后就是你加麦克风，我要去呛黄浩。今天虽然很重要的场合，但有些私人恩怨要先解决。什么？因为上次啊，我看你的影片啊，有人在里面 diss 我们。谁？你观众就算了，说我们相声组合那就算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我们怎么了？听说你对我们欠栽培的名字是很有意见，是不是？啊，对我们字体有意见是不是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那个做起来跟浪味仙那个样子看起来差不多，蛮屌的，很复古啊。我建议你们直接改名叫浪味仙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黄浩很快，看到他来就哦，先让开，先让开的。那你还是先让开吧，不要在这上挡到大家。要讲到黄浩是怎么样？浩哥好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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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啊，浩斌，浩斌，浩子好。这个就代表了一句成语。狐假虎威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那你今天穿皮衣来没有？我有一个疑惑，你为什么今天会穿皮衣来？因为我想骑车啊，没有，我帮忙测试一下东西啊。哦，测试什么东西？跟赛会无关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也还是有各位啊。我们今天对话的东西，蓝牙卡豆蓝牙耳机哦。好恶心啊！好恶心哦！用自己当那个封面哦！哇哇！你居然成为原厂！我跟 Marcus 在同一本书里面。那各位秀宇的这个 DM 啊，这边是 Marcus， 转过来。哇塞，孙国军啊！哇！哎，我也有，我也有，我也有，好恶心呐！好恶心哦！好，我们先问三位导师，我们大家分北中南回答。来，对于这次的训练，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跟期望？北中南，意思是北先开始，哦、是这样，大家都听不清楚，跟他当导师，不要互相 diss， peace and love， peace and love，
好，那我的计划呢，就是交给嘉宾。你杀手！哎，原则上我们跟他们一样啊。杀手！后面那三台，有一台 B 柱，一台啊，两台 B 柱。那基本上你们今天已经是来练习。我们第一节下去二十分钟，前面五分钟我骑你们这些手心车。好，来，嘉嘉小姐登场来嘞。我跟你讲说，好，就这样。来来来来，坤娜来加入我们。战队那原则上比赛当天他跟女朋友有关系，但他们会有一个比较趣味式的竞赛，就是女生的部分你们可以不用管他。好，那练车的时候遇到他也不用理他，他的另外课程我们另外去处理他就好。大部分的弯都是在直线扎完车，都习惯之后大约五圈，啊，五圈后可以稍微提升一点速度。到这边的时候，其实我就会收油刹车，然后刹到这边的时候，刹完释放我的刹车。慢慢滑进去，然后以不抛过头的弯速为前提，去对准出弯 apex。反正我下山的时候，反正就走起来，就是必须走我路，踢下啊，所以我的下要冷静下来。啊，你的部分，我知道你有在用思考，所以你去思考最好的哪一条线，而是我们在帮刹完车。你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必须去看我等一下从哪边刹车，你会从这边看吗？嗯。你不会跳过这个点，直接看这里啊？因为你还没有要做这件事。哎呦，内定！我痛！他们路线的型其实对，可是其实不用走到这么外面。你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不用贴到这么内侧，但是当那个大概就是你膝盖现在不会踩上，但是他们会拉到太重。其实你这边如果像你刚刚那样子讲的问题，就是他刹得太。对，才会在进前面。他们要懂得去释放刹车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去讲。Okay, okay. 你讲不是错。好 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我听完一整段了嘞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也是要这样讲。听不懂嘞，听不懂。你说嘞，阿兹加西嘞，没有红号，不会丢。哎，请说。哎，我闪车。哦，什么？这里都，我要去我们的米奇妙妙屋。哦，你那是不妙屋吧？他在我们的频率里面，刚刚完全不懂我们在干嘛。他那个时候也蛮喜欢看过这影片，我知道。但你没有要加入我们啦。米奇不妙屋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你受伤。刹车来讲，减速时间差不多，单圈也差不多，可是你的车子的屁股会抬不到。你明明有踩后刹，因为你下去按那一下太大力。刹车不管是怎么样的刹车，一定都是渐进式的。好，来，这样，一定都是这样按下去，而不会是这样子。一定都是慢慢的下去，而不会是这样，这样就会锁死。
可你干嘛在山那边杀螺丝？他有时候还会跑过来，杀太晚，杀太晚。我弄我在搞啊，那个东西哈、哦，解决方法很简单，早一点回来，你才知道你要杀螺丝。大家不要背头的非常凶，因为如果你们第一场就背头的很凶的话，我怕后面的学员会没有车骑。起跑的原则就是要骑马，你就他听他的表情，这个表情就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打乱他，他正要讲了，对，那先让他讲完。我第一场呢，起跑的转速大概会在一万以内。你要想干他？第二季的话，基本上我放的那一瞬间就会介于有跟没有之间，啊，就是半离合啦，半离合是这样吗？对对对对。然后油门的话，看感觉，这就是我的秘诀，双压 respect。好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你要八千转哦，哎，八千转。那你们几转？你多少？两旁的小心。我会最好是在后面会好一点。我刚好偷看，哎呦，我刚六千转，我一开始六千转，你刚八千转。我刚七千吧，八千吧。今天找到半离合点嘛，这边应该是对的，这里是半离合，对，所以半离合点，稍微开。哦，今天开是八千了，好，那七千好了，不要太紧张。有，但因为没有拉出去。Oh, 对，有吧？这有啦。对啊，这有吓到了。但是这个速度应该会被我。欸、其实我觉得清档车起跑的秘诀是机密，不能公开啦。完全被你拉开了，不用担心后面。
这里拉开了，亚伦跟麦凯都稳住就好了。好猛啊！很敢呢、欸。所以说什么？南部选手疯起来，好恐怖啊！你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吗 ？Say something。为什么？因为上次活动结束之后，我拍了一个照片，然后后面背景不是雅马哈，我就被骂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这就拍一个雅马哈啊，满满的给你，满满的都是雅马哈 ，Left your heart。好了，我必须说，今天其实我蛮意外的，而且很感动，其实很感动。你说你感动个屁啊？妈，你感动什么呢？怎么这么少？你感动什么呢？没有，他们进步幅度之大，就是有的从一分左右五九，对五九， 59, 然后进步到。五五五四，就是你每一次的指导，他都可以吸收进去。可能没办法没办法马上就做到，但是以最终结果来看，确实是有吸收进去的。对啊，好，高君演讲。我个人觉得呢，我很感动啊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我们都选对人了。对，确实有这种感觉。其实上次南区我真的觉得很难选，是因为你要选已经很快的。还是在那个过程中可以逐步变快的，我们最后就逐步，然后有一个那个荒香城啊，我、哦、那个我们真的犹豫很久，因为它是雨天那个梯次的，对对，我们在雨天看到它的进步，可是毕竟那是下雨天，那天连膝盖都没碰到，我们就犹豫很久，可是我们当时就说了嘛，如果因为下雨天那天他完全没有任何犹豫，他就直接下去，而且我们跟他讲，他都尽力的去改，对，我们觉得那就给他一个机会，我们就赌，哎、欸，结果很好啊，确实有，他今天进步也很稳定啊，进步在今天的单圈上。对啊，我觉得真的很棒啊、而且我们今天来跟其他队伍不一样是，其他队伍早上就是在教大家怎么攻略赛道，可是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基本，包含我跟国军以前练习方式，包含这几年高志军在分享骑车都是，你先把车弄熟嘛，你知道他紧急刹车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他的高转是什么样的方式，把这些东西摸熟弄好了再来 push 单圈，所以我们早上其实成绩出来的时候。我们一方面觉得无所谓啦，我们本来就是这样计划、一方面又觉得有点慌，就是有点其他队好像骑很快，有点小压力啊。不时听到他们描述。对对对，可是当我们大家都熟悉一步，而且限制他们就是你要早点回油啦，缓和的刹车，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带，哎，单圈就这样推推推推推，越推越快。对啊，最快有人有队伍做到533嘛？对，533。对，那我们的学员是做。535跟536其实很平均，而且大家都有很、大幅度的进步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这个活动我们不是来输赢的，虽然今天那个比赛真的有点刺激，对对对，好好看，我们家的孩子真的是不得了，红队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可是就是我觉得重点是把这种赛车的精神、这种练习的方式传达给大家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的，没有错。对，所以。希望看决赛的时候可以再蹦出一点新火花，超期待！我很期待。对啊，因为我老实讲，我到后面就是开玩笑的影片，大家就说啊，赌什么什么，我觉得那真的都不重要，就是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就是让大家可以玩赛车，把焦点放在学员上。是啊，我真的很想看到他们成长。因为我八月很忙，不然我真的想约他们来练练车，就是空地啊什么的。可是我们这次选的太广，我们。南至屏东，北至云林，北至台中，北至台中，对，所以要约起来不好约，但是试试再看看吧。我反正我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觉得更好玩。然后小力宝好像决赛有开放参观，好像有，不知道。总之有的话就希望大家来看比赛了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来，各位介绍本日最辛苦的厂商，秀仪安全帽，谢啦。谢敏浩同学，你为什么都自己来啊？就结婚以后真的这么不想待在家里？没有，不是这种活动我们就不想了。是，没有、说真的，晒一天很累。好嘞，辛苦。这是借的。对，没错。借要收钱吗？
用啊，就租不用钱，当然他还做 PFS， 是哦，没错。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，我觉得麦尔平常这个人爱乱花钱，可是这一次是我觉得他近年来花的最正确的一次，因为我们就提供给新手嘛。老实讲，我们以前你不要说进口安全帽，你要抽一顶国产的、嗯。我说那个时候比赛十几年前的时候，嗯、那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笔负担，因为是学生穷。确实，你们现在这样把他们弄好，而且今天还自入性行销强到一个莫名其妙，还装卡的，装蓝牙。刚刚高志群有跟他们对话，有 Team Radio，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。外影赛道来。对对对。好啦，谢谢 Michael， 我觉得你帮到很多新的人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。主要是帮到他自己有一个愉快的假日啦。对，好了。